咱真欢喜，甲人三甲伫遮敬拜上帝。当咱伫个逐摆来到上帝面前，会记得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的基础点，就是人是伫做上帝是创造生命的主，这点有确定吗？无。所以咱是上帝手中创造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咱的生命，上帝所创造伫外口遐咧行路的群，来做礼拜，遐生命是毋是上帝所创造？妈祖的生命是毋是上帝所创造？遐不教的人是毋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？遐用因的强暴的手段，伫咧杀死基督徒的遐非洲的 ISIS。伫中东的遐 ISIS， 伊个性命是毋是上帝所创造，还是阁是另外一个上帝？同一个上帝所创造，你记得？这是一个真要紧，真要紧。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，这是一个真要紧信仰的宣告。所有是对这个开始。所以，在咱的身边，不管伊的存在是啥物款形态的人，咱拢对心底爱敬爱伊的性命，因为伊的性命对倒位来？对上帝来。是安怎有当时啊？咱在咱的厝内，咱的囝，伫唔听话、唔听话的囝，做时大人，我用加倍、加倍的心、精神去照顾陪伴，替后伊有一日。干五、七五倒转来，会当欣赏这个家庭，会当是多谢是大人来听。底下因为这个加倍牺牲是加倍听，加倍忍耐就是表示是大人弟弟也阁唔甘哩，认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是你对我出来的性命，所以我无论如何，别人放弃你，我嘛袂放弃。有这款的基本的信仰的基础，咱逐礼拜伫遮咧做礼拜。所以遐伫咧拜妈祖的，唔通袂记得，因的性命属于上帝，因的性命无属于妈祖，只是人行歪错，安尼讲对不对？阿门。伫遮，耶稣行对遐过，拄到有一个人出世就七年，学生。包括现代真侪台湾人到21世纪啊，嘛也伫咧问这个问题：，这个人清明对出世就清明，是因老爸老母犯罪抵到伊清明，还是伊犯罪抵到伊清明？真侪人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今仔日这个人身躯闹什么代志，就是有伊个前因后果，前因后果有歹因素造成今仔日这个歹果。这嘛是真侪，咱过去一段真长，几若百年、几千年伫台湾，若有人有家庭出世，伊的囝小二八辈，伊的囝，迄、那个脑部有问题，啊是痴迷啊是啥，即个过样的囝，爸母拢感觉真见笑，因为哪敢若是前世人做啥物歹决定，比较我才出世一款来，阮的家庭。就变成一种的咒诅，同关于这款的心理宗教观念，然后看到这个青年对这过，学生在问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但这个人出世青年，是因爸母犯罪，还是伊犯罪造成的呢？”有拍算耶稣伫这甲伊讲一句话来，咱到底来谈好未？来。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的父母罪都没有关系，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。因为这是真要紧。咱的耶稣伊一世人来到地球，直直咧瞧，甲这世间真侪错误的宗教观念、错误的伦理道德，直直瞧倒转来。因为伊就是拍拼直直瞧瞧到尾啊，世间人唔放伊煞，这是为甚物？就正是一个原因。其实因为
耶稣一开始，伊并拢无咧想讲，我一定是坚持着，是为着世间人的罪啦，无啦。耶稣人生一开始，干若要传播上帝的上帝国的福音，上帝国的好消息。然后伊来看到宗教界咧传的即款物件，歪到一撮落，全直直要甲撬倒转来，撬到尾来宗教界唔放伊煞，就等于是袂记，就干若安尼啊，简单啦。耶稣真多替咱的罪受死，那是保罗真要紧、真要紧的一个新学的转化。耶稣伫这个家里看伊一项一项，咱来看伊安尼伫咧行。耶稣讲，伊青年甲伊家己也是甲伊爸母的罪拢无关系，是要伫伊的身上彰显上帝奇妙的作为啦。因为这个信仰，唔忘今仔日牧师送予你，耶稣送予这世间，今仔日牧师要将这个送予你。只要一个人痴迷，因为你爱这个痴迷啊无？无爱。这个痴迷，予人看作是犯罪；这个痴迷，予人看作唔好，所以是犯罪。这个痴迷的现象是，大家人拒绝，大家人无爱。但是，就是当一项代志，你不爱的代志，别人嘛看作唔好的代志，临到伫你的时，耶稣甲转化讲，这个做，这个要显明上帝奇妙的作为啦。当一个你不爱的事临到伫你甲你的家庭的时，请唔通自我自残，家己看作救助。我望咱用耶稣给咱的这个已经是无法度通导向的一个代志，临到伫你，临到伫我，临到伫家庭的时，你会马上努力伫咧做转化的工具。这个唔是做的结果，是要努力伫这个事的顶面，互人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这款的信仰，宝贝啊，无宝贝，宝贝。当你伫你的家庭的内面，认为，咱来讲，将你的切肤之爱，就今后小朋友因的爸母看这个囡仔的病，这个囡仔这款的已经爸母放弃了，到底阮的家庭是拄着什么这癌症病态，这个囡仔糟蹋阮遐尼久，伊拢袂好，放弃了。来到伫遮，宣告师讲，通过这个囡仔，要予人要彰显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偌侪人把伊的青年的囝淡掉了，小二八辈的淡掉了。然后咱形成台中的桂林盲校，咱形成甲迄个李林的喜乐保险，要伫遮的中间彰显上帝奇妙的听。这个是一个福音，这个叫做上帝国的福音，水水伫遮。别人看作唔好的，咱要甲转化，用听甲救恩转化，这拢伫上帝的手中。因为你若要正做上帝的当工，就是修好掉三到五分的这个行业。所以，逐摆当咱若拄到什么歹代志的时，世间人这拢是世间人在想的啦。是因为我做唔着什么代志得罪神明吗？是因为我的爸母还是前世人做什么歹决定吗？得着报应吗？是因为咱家的风水地理唔好吗？所以定心大海过来望地，但遐祖先会望我悄悄的，我出来悄悄的吗？拢甲这无关系。基督徒，咱努力转来伫主的面前。老板，心犯罪吗？立碑啊，心犯罪吗？唔是啦。耶稣，这个是耶稣给咱足宝贵、足宝贵的信仰。来，搁一摆，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应答是啥？来，搁一摆来讲一下。来，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。这是一个真要紧信仰的上帝。那是
因为亲爱兄弟姊妹，若是你伫你的心中发觉到什么物件是无法度通提调，是无法度通提调，是需要你面对的。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一切这些亲人朋友中间，已经拄到一个你无法度通导向的歹，请你马上想着这号，努力接受，努力提升对这样代志的观点，提升伊的观点，然后行到一个足悬足悬的所谓的属灵的高位。用熟练的目睭来看这项事，用熟练的目睭来看这项事，然后你开始你的淡化人间的价值。最基督徒伫咧学耶稣的脚步，一个真要紧，真要紧。耶稣面对的是当时法利赛人结合师，因是甲对上帝信仰伫咧创造出一套制度，一套制度。伫迄个制度内面是安全的，外口是唔对的。内面是属于上帝，外口是世俗的，是极无是外邦的。所以迄个外邦人、世俗人，由于即马真侪教会也搁咧接受这套的物件，但是来到耶稣的时，耶稣讲，这个就是这套物件直直拍破。耶稣直直要甲这套物件直直拍破。对信仰咱所领受的是，你都要反思相信，反思感谢，敢毋是？反思是包括好歹事。你无爱的事，甲你爱的事，凡事你拢爱相信有上帝的旨意啊，有上帝的意念伫啊。你若相信，你接受了后，你才会当用感恩来过你人这个生活。你若无法度通相信讲这个是上帝伫你身上，那安尼你绝对对足侪物件你会奇奇怪怪，然后你会埋怨上帝。你有看到一挂人虽然做上帝的囝，做基督徒的耶稣的学生，但是伊的日子并无伫感恩的内面，常常拢真侪的操烦，拢真侪的烦恼，拢真侪拒绝伊的愿望。看伊的愿望是无满意，对环境、对愿望无满意，就对身边逐个人都无满意。其实无满意是你的心内面，不是外口出来。一个信用操练到一个程度，你会当欢喜接受爸啊，这若是对你来讲欢喜，这若是对你来讲有你的好的志，因为你的意念远过我的意念，你的路远过我的路，所以我要安怎拒绝啊？耶稣就是伫这款的下面，伊的救世马尼的祈祷才讲爸啊，来但将这个苦杯啊呐离开我，总是不是照我的意思，只是照你的意思。耶稣伊对生到伫死，伊拢伫咧徛条上帝旨意，然后因为即个上帝旨意的即条落实，伊就看见人间安怎咧看这样事。当时的宗教界就是咧保守者，所以内外足清楚。所以请外口遐个人是世俗人，是毋是？是毋是？是。因毋是世俗人。因的性命是上帝手中的宝贝，上帝若看因的性命做宝贝，你人啊，你是啥物人，他会使随便甲伊挂几公，因是世俗的，你是圣洁，你对人安尼讲。只是这个人真可惜，真宝贝上帝国度的百姓，因也搁唔捌这个上帝。因就是也毋捌这个上帝，即是咱都爱紧来传福音，福音来捌这个上帝，叫这个做主上帝阿爸阿爸啊！咱的传福音干阿在做这样啊？因为你若是一个伫某一个方面真无共款的人，你毋通家己看轻家己，你都要直接努力转化因一个生命的宽度，开始伫咧立志。
做一个信仰的宣告，讲上帝若让我甲别人无共款，较特别，我要用这个来荣耀主上帝。会当安尼讲啊话？上帝若让我的家庭内面有一个人痴迷，我要安怎努力三月半三天啦，然后让这个痴迷，阮家有一个痴迷的，一个摆开，然后阮的家庭真幸福、真快乐、真互相三天。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我们对这个家庭，可能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所以努力转化。无论你是什么款的角度，无每一个人无自我放弃，无人自我放弃。你若会当用耶稣今仔日给咱的这款的态度，然后你会绝对咱真紧，咱真紧会突破这几项。只有几项，咱到底读一下好不好？第一，对不如意看得开。放得下。第二，能欣然接受你的现状。第三，能走出埋怨，进入感恩。第四，能及时享受每个现在。第五，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。我想这是一个真水。你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你若伫倒位？甲别人无同款，迄、那个无同款已经上帝给你一个机会，唔通把迄个当作一个见笑，因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你的特别的机会，要安怎消化，要安怎接受，然后让你家己看的规百个路，其实世间的真侪无同款，然后让你离开迄个埋怨，进入伫感恩，然后你会当享受每一个，因为这个真紧的过。人伫咧承受这个真紧的，是恁的承受担担的时间真紧的过，你都要享受迄、那个，你都要享受有细汉囡仔无方便，你都要好好享受，把这个无方便当作一种的享受，因为囡仔真紧的大汉会离开，然后大家人好好伫迄个每一个现在，你享受你尽力，到尾啊，你会伫遐，别人伫咧顾囡仔，佫真埋怨。你是顾囡仔，顾到囡仔差个也会讲感恩。宁可我有囡仔来互囡仔，天地无方便，嘛无爱诚做无囡仔，也搁点仔直直当啊，伫个迄个畸胎，但是直直畸胎无囡仔，还是讲上帝赏赐伊有未来好个囡仔，父母担担真歹活，宁可我。用这个无方便做我的感谢，你好好啊行落去，你要真侪侪侪人会麻烦。因为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真正你有你绝对会当找到真侪你真特别的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迄、那个特别可能你也搁为着这个特别来埋怨上帝。你若无法度通好领受恩典、领受这个上帝方面真特别的安排。你就无法度真做一个感谢上帝、阿罗上帝、吟诗唱歌、吟跳舞来进入伫上帝一点啦。因为埋怨甲阿罗无可能对感觉吹出来。那咱要安怎真做一个敬畏上帝、阿罗上帝啦？你都要开始接受你家己个变化，过感恩的人生，然后勇敢去甲人分享。勇敢去甲人分享，要甲人分享啥？敢若一项，提出你生活，提出你的性命，人看做真无好的所在，你对你的事付出阿乐感谢的话，安尼就好。至于头前安怎样，上帝会带你；至于头前你安怎的结果，你也免想遐多。因为咱基督徒，咱伫咧努力，逐日逐日学主脚步。今日你着过信心学落感谢。今日你着好好甲逐日的责任做好，背起你逐日的十字架，用学落感谢来完成。你会看见上帝恩典、上帝祝福，迄、那个料想未到的头前的蛋。那确实是安尼，那确实是安尼。无论讲，无论怎样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你拢爱传福音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你都爱用人传福音做见证。今仔日是咱的中华传道部的纪念主日，
其实今仔日是林高牧师，从我教的林高牧师来搁伫遮，阮两个讲讲的卖啦，伫家己的教会啦。今日来感谢咱的牧师，伊爱逐礼拜伫即个遮用道理甲咱来对话。咱的牧师毋是一个平淡单薄、趁机会要对外口直直走的人。我真巴不得伫我的人生无久的中间，将我一世人对上帝理解，直直甲咱三个分享。因为这个是做不住上帝太奥妙了。这个上帝毋是我所捌的上帝呐，定。这个上帝比我捌的较大较细，较大济啦。我所捌的上帝，我敢若望到上帝的一部分，我就感觉足宝贝。但是我捌的上帝，伊比我捌的搁较大，所以请咱教会容忍我。我会直直邀请真侪比各方面比我搁较精、搁较好、搁较用心的一挂我的前辈，我也是个对象，来到咱的中间，甲咱三个分享伊望到的上帝一部分。因为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无论身份低啊悬，无论你现在是顺境还是逆境。无论你即久的环境怎样，咱拢努力用感恩来讲话，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，互人看见。无人啊，你安尼你也搁笑会出来，无人安尼你也搁伫咧讲感谢咧，恁的上帝的话是啦，即个是保罗咱对保罗了学着的。哎，咱加菲律宾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咱来花语到底来读一个背来。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，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，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。我已经得到秘诀，随时随地饱足好，饥饿也好，丰富好，缺乏也好，我都知足。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，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。哎呀，水无比啊，水无比啊！保罗伫遮讲，凡事知足，咱讲知足安怎，知足安怎？你若要快乐，先对满足现状。你若要有喜乐，搁笑会出来；你要感恩、讲感谢的话，对人、对心底会当讲感谢的话，你都要真正会当对现况。你的现况绝对真多不如意，但是伫不如意的现况的中间，你爱常常学习讲感恩的话。感恩是对知足来的，知足了后，你才会当过感恩喜乐的人生。我即马我已经想法，我有另外一个名，我另外一个名叫做黑帝王。快乐什么？哎，黑帝王。所以恁啊，咱恁啊，伫咧对我伫咧共介绍恁的牧师，也讲啊，我阮教会牧师叫做进彩虹。哎，以外，阮教会牧师。嘛名都叫做 Happy One。我伫咧学习，人进入这个一假期的年了后，我真正要用喜乐、用感谢、用快乐，做我的追求，嘛做我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落实。无论拄到什么代志 ，Be happy， Don't worry， Be happy。哎，耶稣嘛对咱讲，唔当操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得操，山顶的百合花啊，这只啊无得操烦啊，但只操烦拢等上帝。用你的一生，用你的一生为主做见证。换到这一个人 ，Nick Vujic， 出世。伊就无手无脚，也无双脚，也无双手，啊！这个囡仔敢生活？
啊，这个囡仔被徐大人要扶持伊一世人。徐大人若年老过身，啊，这个囡仔要活落去，要靠人饲。刘伟，这个囡仔到即阵有靠人饲过？有啊无？无。这个囡仔伊的家庭因是伊家己做，还是都爱靠一个外落来甲穿衫来对伊食饭，饲伊食饭？拢伊家己。这个人跟我当丈夫，哇！我操！认为伊唔能娶一个真水的日本某，伊佫已经做老爸，做到满意啦。请问伊会游泳啊？袂？会晓游泳，啊！这个来游泳也无脚，无手，伊的手唔是对只长的咧，伊的手是对只薄的咧，伊的脚嘛是对这个大腿遐都薄的咧，我在游泳。那存一个头，啥物？伊会晓拍高尔夫球啊？袂？会啦。伊会晓伫海水甲人耍滑板啊？袂？会啦，会晓冲浪啦。你会注意，一个囡仔，伊伫出世，伫咧大汉的过程，整个的环境望拢对伊真不利。在澳洲的学校无法度通予伊正常，无要接受伊去学校受教育，因为去到学校变成学校的头痛。学校不然在对伊去准备一个人甲杀啊，甲边啊甲准备东西，无可能。所以连澳洲这个先进的国家嘛，无法度接纳这个囡仔，就是学校气势、环境踢球。那么伫咧问，到底这个人出世，到底是伊父母犯罪，还是这个囡仔本身犯罪？耶稣讲啥？是还是？耶稣会回答讲，唔是，唔是伊个老爸老母犯罪，嘛唔是这个囡仔犯罪。这个囡仔是要创啥？彰显上帝的作为。这个囡仔生命真特别的生命，是要彰显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后来，这个囡仔的存在改变澳洲的法律，一个国家的法律，因为伊的性命受改变。这个囡仔，伊的性命的存在变成一个故事，伊写册变成世界的畅销书。我怎样活过来？我怎样走过来？我无靠别人，我相信上帝伫我身上奇妙的作为。虽然伫我细汉时，我唔知影明仔载，我唔知影未来二十年后，但是我只有逐日相信，然后用感谢来领受，然后伊甲你的父母、伊的家庭，规个相信上帝，到底上帝怎样安排，我唔知。对不对？伊到处演讲，到处予人欢喜。伊到处成做一个见证，影响世界。伊直直甲这个少年人讲，连我这款的人都有，我会当活落去，都会当成做一个生命甲故事，会影响人。你太大爱去自杀，你好脚好手太大，都变做家己看清家己，讲你无出，你出袂着头路。大家人拢爬起来。大家人在拍鼓啊！大家人流目屎，讲好在你的激励面，我拢欢喜来。我要重视我家己的生命的好处。去到加罗，大家加罗的人讲好，我欢喜。我要成做一个正面生命来的人。凡事道道来，要听上帝的人得到你的感恩，会到全世界去。无脚无手的人，会当到全世界。即个高中生敢毋是上爱教？大学生敢毋是上无听话？大个人拄着伊了后，大个人头压落去，大个人认因的罪，大个人讲，我拢太看轻家己。伊伫啊直直伫咧讲的一项是，毋通限定上帝的作为。
上帝在你的心中，上帝在你的家庭有太多奇妙的安排，你唔知，你唔通限制上帝，你干那一个只，你干那有将代志通做，相信上帝，彼此相疼，陪伴生命，互相鼓励，行过，达至过你的十字架，大家人欢欢喜喜陪过，一个人你看上帝在恁的中间安怎样做成这事？因为今仔团道纪念日，团道自由，团道是咧传上帝国的道理。团道毋是伫咧传一个教义，干那长老教会互人来得救，是毋是？是毋是？毋是。干那基督教互人来得救，是毋是？毋是。上帝干那伫基督教会内面尔，是毋是？不是上帝比基督教更大，上帝比犹太教更大，上帝超过所有这世间的宗教，拢揽起来更大。无人会当真正望到上帝完全的面，所以咱咧真谦卑。那这个这么奥妙的上帝，在你的心中刻一个密码，迄个密码，你我咱拢也唔知。所以咱一世人就是咧敲着迄个我的密码。我人生上水的部分，我相信也袂来临。我也不咧追求到底上帝伫我的心中有创啥，但是咱一项，咱都爱保守现在每一脚步，伊才有法度通进入伫未来更加水。那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拢会当为着这项来感谢。那我说。第一章第二章，咱到底用华语话来读这个经。来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，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。就这样，预备，来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，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。那啥来记得？心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感谢你，伫耶稣基督的人生，伫伊的教导，伫伊所行的信仰，伫伊怎样行往伫痴迷的人、败家的人、孤儿寡妇的人，伫伊怎样用温柔的手去摸遐个太高的，伫遐拢看见上帝奇妙的手，伫遐拢看见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突破当时宗教界的限制，宗教界常常所做的是咧传上帝国的道理，但是事实上另外一面，宗教界常常伫咧限制上帝的作为。我求主怜悯，今仔是团队纪念时间，我唔忙，这个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知，伊的作为超过我所会当理解，这个上帝。搁一摆伫我的中间显明你的听，救恩，因为上帝伫里边来接恩，即世间有病的，两者有罪，愿你的神伫我的中间，愿你的神鼓励我，嘛安慰我，引导我每一个人。对两者软弱、黑暗的死的地，会当行出来。因为耶稣已经对死过活，因为耶稣已经突破昏蒙的黑暗，行出来到伫一个光明，搁活的新生命。每一个基督徒跟在主脚步的，嘛都爱伫阮逐日的人生的中间，行离开阮黑暗的地，然后进入另外一个蒙恩的新世界。啊，这个上帝。愿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引导我们耶稣教会，伫头前见证的路，哪来哪有困难，搁哪来这个救恩的门哪会开？祈祷感恩，各自性命。阿门。